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相逢宁静中，让我们在宁静中找到自己，领受智慧。现在，我邀请你找一个安静的空间，调整舒服的姿势，微微闭上双眼，自然缓慢的呼吸，让自己慢慢的放松，请相信至高者正以慈爱的目光注视着你，如同温暖的阳光将你环绕。今天，我怀着敬意，准备一件属于我祖父母或父母的东西，一件象征着我深层人性的东西放在身旁。现在，我们一起默想人的诞生。我想象最初的人类，至高者怎样怀着深深的爱创造了他们。2000年前，在中东的一个小村庄白冷城，人子诞生了。人类从此进入了世界的十字路口，亚洲、中国、欧洲、非洲文明的十字路口，以及赫梯、巴比伦、埃及、波斯、希腊和罗马等帝国的十字路口。
我思索，自己与人子分享着相同的祖先，我们直接连接在一起。我们人类的大家庭都是深刻地联系在一起。此外，人子进入了人类支流，成为人类故事的一部分。我怀着敬意，面对这件属于我祖父母或父母的东西，我祝福它。我捧着这个东西，感知和记忆我所有的祖先，包括人子。反问自己，我怎样才能加入至高者，净化人类的工程？这对我与人类的关系有什么影响？现在，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，与至高者分享我的想法和感受。
我邀请你把默想中的果实带到接下来的生活中，在自己的思、言、行为中慢慢扎根。尤其是当再次遇到挑战或感受到不自由时，特别提醒自己，当下这份经验，我可以选择回到这份连接以及至高者的爱中。亲爱的朋友，祝你平安。